比我白，比我白，比我白。还好，我觉得。怎么，苗一凡最白？我的地位保不住了，我。今天是拍摄日，大家准备一下先。好像昨天都没洗东西。天生我喜欢认识的真实，横行全凭本领，我可变万世巨星。不胜我任性，已变成亡命本领，让乱世震惊。黑暗问我任意闯，是否
more to hear you knocking at my door. 'Cause if I could see your face once more, I could die a happy man, I'm sure. When you said your last goodbye, died a little bit inside. I lay in tears in bed all night, alone without you by my side. 红包今天开启了暴走模式。We're gonna take the music. 그사이상처가짧은시간노란색빛을내는저기서신호등이내머리속을탄비와바람내가빠른지더느린지도모르겠어그저눈앞이샛노랄뿐이야솔직히말하자면차라리운전대를못잡던어릴때가더좋았었던것같아그때로함께온세상을거니친구가있었으니心疼你心疼萝卜切皮牙子下锅煎羊肠把水分煎干一些，走过的这片森林，每次都在人海中寻觅。下锅炒皮鸭子和黄萝卜，不同的你我想想。倒热水，放入阳台开始炖。铺上米饭，每15分钟翻一下米。无味的快餐，他可气苦。我想飞的喝住这个饭，香喷喷出锅啦。怀抱里说的真美，是真的很美。今天过年带娃一天留三次，我想不避免。我的力气越来越大，我要再不动了。这要是下雨，可以带走，让我吸几天。这天每天都得早起溜它，我好想睡懒觉，我想。Hey.
门乐意。经历了重重困难，终于把我们这个鸡圈今天是种地的第76天立春日，今天呢还有一个大事件，我们的节目开播啦。今天呢我们也在一起看了第一期节目的播出，这个收水稻其实只是我们整一个农忙生活的一个小阶段。那现在大家如果看过我之前的 vlog 也能发现，我现在已经去负责养殖组的工作。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去了临安去买了一批羊回来。我们今天来买羊了，啊，买，哪一只愿意跟我回家？他愿意。谁？叫爸爸。叫爸爸。叫爸爸。叫大子，叫大子，大子。现在正在给小羊装车，哎呀。哎呀，我们的羊回家了，我们养了22只小羊，8只怀孕的母羊，
今天是比较惊慌失措的一天，因为突然来了这么多小生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感觉之前做的一些准备有些都还不太成，所以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比如说羊它需要有个羊床，让它的粪和尿漏下来，这个地方本来要做房子，这一方还有之前这个棚顶有一点漏雨，不知道这次补救过后不漏雨。对，他们今天做了一个羊屎床，自己手工的，非常好。然后暂时拿这个铁丝围了一下，还没有做。瞧瞧咱这儿的景，有水，有树，有羊，有小屋，自由的奔跑吧。小羊联盟睡觉觉。他们现在在做第三个羊食槽，因为昨天做的那两个羊食槽不够30只羊吃，头塞进去不够塞，哎，今天多加一个羊食槽。今天应该他们的头够翻了，我们给他安顿好了。这边是母羊，怀孕的母羊，然后这边是小羊，22只小羊，现在给他们区分开了，两个间隔开来，各吃各的饭。你看什么？分给他们。今天买了一个沉重的秤，这个是大粪皮，这个是金饲料。每天他们要吃2种饲料，金饲料、草饲料。我买了3种草饲料，搭配个金饲料，每天喂他2多。暂时这里没有水管，我们就先拿这个水桶去给他们喂水。看看这肥嘟嘟的羊屁股，看看这肥嘟嘟的羊屁股，嗯。多治愈啊，一天的劳累烟消云散，小屁股多好，不是个家庭。哎，拜拜了，我们好好睡吧，我也不去吃饭了，吃胖点。拜拜了，元宵节快乐，放挂鞭，讨个吉利。哎呦呦！元宵节快乐，老师们元宵节快乐，羊棚最终形态4.0，今天我们的大家就是还要请假，也换了两班之后，这个2和3中间原来就是
卷5.0版本是什么样的。立春之后，我们要给我们的小麦再追加一次，因为地比较大，所以我们有请人力。这样，我们的工作效率是高的。轮机起飞。杨鹏最最最最最最最终形态5.0，哎，哦，有节奏了。这个今天我们告诉你，又一次创新，全都给撕掉了，换成了这个彩钢网。这样的话，水就会顺着这个槽流向后面。下雨了，但是有些活儿又不得不干，暂时没有那么多经费去买新的雨衣，所以我们就拿大垃圾袋套了一下，是不是很聪明？非常聪明，三个大聪明。聪明，聪明，聪明。现在这个黑黢黢的是小河，它在绑水管子。我们把水管子从少年之家顺过来，从这个树上走了一根。电线杆子这，但是这是通信线，所以没有电。水管子顺着这样下来，然后再到养殖区。现在还下着雨，我们这个时间非常紧迫。看看这个外面的雨下的，这地都吸成这样了。我们之前把这个棚顶换成彩钢瓦之后，它现在就不漏水了。哎，小羊们现在也变得越来越干燥了。然后我们今天把草料堆在这里了，母羊们在这儿，小羊们在这儿，它们间隔的更远了，所以应该就不会互相串门了。今天看到这个顶它不漏雨了，就还是突然理解那句话，努力是有回报的。我们现在就等雨停了，现在准备回去开个小会，商量一下这个水管子该怎么摆。大哥竟然主动要求开会，那必须开。